大家好，我是长颈鹿许靖淳，台北的宋慧乔。大家好，我是严一格。哎，一格老师都来这里了，那我们要不要再多唱一首歌嘞？好啊，想唱什么？刚好有一个 keyboard 老师，哎、欸，那我们来一首适合 keyboard 老师的《别问很可怕》。好，希望不会很可怕。杰相的，对不对？杰相的，我很喜欢他。要不要听听看啊？听听看可不可怕？别问，很可怕。先不要，没有。每天都想可以快点见到他了他的手，直到他也是才是他的位置，来电来了好几通，正当我想着 baby 希望他马上就来，意外发现他的手机没带、哦、太意外，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，总以为无聊到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，我不是他的菜，早该把手松开、太意外，爱爱为何你的秘密不善良，爱爱现在已经麻痹无关，到底是怎样，别问很可怕 ，Oh boy， 太意外。爱，为何你的幽默更浪漫？要跟我以外的人分享，到底是怎样？别问很可怕 ，Oh boy。站着看着猫咪睡在我们中间的枕头、才刚刚上网订了一年份的四条大南头、我坐在带着想着希望以前的重来，爱情真的变得像是公海、太意外，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、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，我不是他的菜，早该把手松开、这么想找借口忘记，这么爱你想你我是全都当屁，烦恼脑袋都快要宕机，别问很可怕 ，Oh boy， 太歪。爱，为何你的幽默更浪漫？要跟我以外的人分享，到底是怎样？别问很可怕。想找借口忘记，什么？